行吧，这盘治一治他们。打野也是上盘的哥，他们这组合啊，六级到提姆，前面就是被我宰的。锤石要勾我了，站这儿，锤石怎么都勾不到这个位置，除非他溃我屏。谢谢景泰无胜的一个告白灯牌，谢谢你。他可以红开吗？夜晚变作一个娘娘晚，多打了。谢谢祝陈慧锦生日快乐，兄弟，我的我的，刚刚陈慧敏去了，谢谢陈慧锦的礼物，谢谢兄弟兄弟，我的，我刚屏幕挡住了，也没看清。对面这锤石好像把它限制得很死啊，网红的点燃呢，哥哥完了呀，哇操，这锤石勾的也好准，妈的，我的辅助站在这个草里，他走过来给我勾刀了，好厉害啊，吃勾了。我队友三杠零，我下路又松了。说实话这锤石玩的挺好的，没办法，他这第一波把我的血量也给我打没了，我要稳住了。环在身上干啥？帮我补两个刀呀，哥哥。
操，这好烦啊 ！W 还空了，助攻没拿到啊！气死宝宝了！这人头拿到，对线我们虐他们呢。哦，又急了，马上。他再挑我脸，我就抽他兄弟。为什么他的暴女每一盘能杀人呢？结束了，哎，你胆子挺大，哎，你胆子挺大嘛，哇，什么意思呢？黄岩有这个为了报警的，吓得我都以为他能反杀我了。想吃一下塔子，可以再来一个。我操！我射你，射你！咬他！算了算了算了，结束了，已经赢了，全线炸对面。让我吃一下这波冰箱好吗？站得真整齐，然后还要漏一个，牛逼！我都站到脸上了，贴脸了，还是漏。夜晚变色呀个样呀晚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지옥불과이것만이아这个闪现早就想用来杀你们了，这什么意思呢？两个人把我们当瓜皮了，对面的 AD 辅助，我八级，搁这挑脸呢还。
这一拉啊、哦，游戏结束了。结束。这小伙都已经玩不了了，你看。上盘赢了我21分，这盘能赢他们多少分呢？我这波走位都已经被誉为御剑飞行了是吗？这系统什么意思啊？不是让我在踩板啊，这下这锤石你看一下，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用一了，搞什么呢？哎哎哎，别怕，能无他呀！什么呀！这一波我气的呀，我直接来回打转的呀，已经给我气晕了呀，宝贝儿啊！这波呀，我气呀，我操啊，我真的气呀！这个虚弱谁给我套的呀？我这个虚弱真的气呀！不是被套虚弱了，兄弟们，这个锤石。不是我全他喵的宰！
他怎么还有虚弱？他上方没套吗？啊，他上方没套虚弱啊？